time where the movie started. Facing at a photo they've taken. Space tree flying through the skies and petals happen everywhere. 泡泡咖啡在观音山游客中心旁边，那边有步道可以走，那边是停车场，但是车位不太多，不过平日来的话应该是还好。那我们就继续往上走咯，后面就是抱抱咖啡，现在不能预约，就是现场来。然后里面是梅花座，但是一起来的人可以坐在同一座。抱抱咖啡菜单，每道餐点都很好吃。离开座位时要记得戴上口罩哦。这实在是太可爱了，忍不住给斑比买一套。二楼是抱抱们晚上睡觉的地方，也是他们的高级游乐场。如果有这么长的隧道，斑比一定会疯狂。今天的微旅行就在这里告一段落，我们下次见咯。